你为什么要带那一个？这个？对啊。记录用啊。你是秋薇姐啊？你是不是现在在盖铁道了？我们之前都没有这样做过，对不对？没有，我们没有这样过啊。三二来，各位观众，欢迎收看膳食纤维大挑战。今天的所有参赛者必须要吃到足够膳食纤维才能完成挑战。那我们三二一，直接开始。好，我们第一位参赛者在吃的是葡萄。你太慢了吧？太慢了吧？我发现问题了，轮子装反了。蛮厉害的，对，根本就不对啊，好猛哦，妈差点死掉，你看现在随便推他就走了，我操，腰好痛，葡萄好吃，健康的剧组啊，我们只能吃葡萄，抽的不是烟是香蕉，对，香蕉不行吗？我要去那个不健康的，他不能喝酒，只能喝那个牛奶，牛奶，牛奶，还有牛奶，喝什么跑力的，没有没有没有，抽香蕉有点过分了。好，诺基要吃啊，没关系，不是你啦。OK， 告别。诺基要不要吃？我了，不要了，不要了。OK 啊，回放一下，回放。那我都要不要吃？我都，然后就丢啊。各位观众，你过瘾了，你过瘾了，什么意思？我喝水，我来喝水。因为不是大家的都有标签嘛，然后我想要把它割掉，我只是这样一画，就整个水瓶就喷水出来，我不知道怎么我粗心画的。第一次看有人这样喝，我也不想啊。然后你看他这样子立着也会流，我只能这样子喝。节省，节省。